我肯定选你。我能想到最浪漫，就是在我的地盘你就得听我的，就是不会觉得完蛋了，就算不顺利也不会觉得完蛋了。接下来有个奖励，我能不获得奖励不？Hello， 腾讯视频迷妹专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野。你还记得这是你第几次？我记得了。你还记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吗？上一次记得，上一次就在上一次。第十次了吗？常客。用四个字形容一下腾讯视频。贼拉厉害。再用四个字形容一下腾讯视频的工作人员。贼拉幸福。如果被一个人叫叔叔是什么反应？差不多是这样吧。我的叔叔。天哪，你管我叫叔叔干什么？差不多是这样的。谈谈和哥哥跳舞与和弟弟跳舞的不同感受。跟哥哥们的话就是不怎么跳舞，对，就特别是我们组就是基本上没怎么跳舞。和弟弟们呢？可能比较累吧。听专辑你自己最喜欢哪首？我肯定选灯牌啊，因为灯牌是我自己写的。可以分享一下拍摄专辑照片时是怎么选服装和造型的吗？都是我自己想的。是怎么构思出来的呢？也没有说怎么去特别的去构思，就是首先先听这首歌的感觉嘛，然后跟着这个歌的感觉去走，去想，去选一些方向，自己去创造一下，自己去想象一下，然后就差不多都定好衣服还有发型，整个造型是什么样的呈现方式。像黑暗中午那个衣服跟那个大裙纱都是我说自己的想法，然后找服装老师帮我设计定制的。可以这样，你别碰剪刀了。对此你有什么要辩解的吗？为什么不能碰剪刀？觉得我剪挺好的。跟你的托尼老师比呢？差不多吧，我觉得可能我的技术更胜一筹。最近让你觉得玩了 BBQ 的事是什么？干啥的？完犊子了的意思。行，没有哎，就是不会觉得完蛋了，就算不顺利也不会觉得完蛋了。和比自己帅的人合照，有什么突出自己的小窍门吗？让他们拿着相机拍。如果给自己起个笔名，你会用什么？别沙子。请说一下原因。没啥原因，就是突然想到野，然后沙是那个沙漠的沙，野沙子。期待野沙子未来和大家见面。嗯，给你今年来一个简单的年终总结。都挺好。最近和当时相比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点困难，就很多东西因为就刚接触嘛，然后现在的话就可能比较顺畅一些。度过的最浪漫的事是什么？没有，我不太会做浪漫的事，主要是我没经历过浪漫的事。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想不到最浪漫的事。每次来大伙之家，你觉得更像是？就是在我的地盘你就得听我的。没有，就是感觉回到了，就是比较舒服吧，比较轻松，就感觉自己人比较多一些。嗯，都是自己熟悉的人。抛开录制节目，在这次录制前上一个私下约见面或者吃饭的伙子是？上一个那就应该是上一个了吧。上一个是谁呀？我有点不记得了。上次通话的可以不？可以呀。上次通话的是赵尚，就是他还有一个什么任务给我打电话。如果有一次大伙之家是让每一个伙子邀请一位圈中好友来参加节目，你会邀请谁？邀请我经纪人吧，来吧。为什么？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可以介绍一下今天的穿搭吗？嗯，今天穿搭吗？就正常搭呀。外套呢？这个是叫什么？人造？不是，是人做的。嗯，人做毛。不是造的吧？是做出来的。来挑战一下东北话版的穷叉叉。骑着扫帚飞。而我的扫帚却只能清理垃圾堆。什么是快乐星球？穷叉叉，穷哈哈，我是不是跳过那个舞来着？骑着扫帚飞，而我的扫帚却只能清理垃圾堆。什么是快乐星球？穷叉叉。耳机猜词，工作人员戴上降噪耳机，根据刘野的嘴型猜出词语，猜对两个以上，刘野获得奖励。七个字，妈妈有个乖女儿。什么？妈妈有个乖女，妈妈有个乖女儿。爱。妈妈有个乖女儿，妈妈。爱。妈。对，妈。爱。下一个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
猪肉炖粉条真香。第一个字猪肉肉猪肉肉猪走走哪去猪走肉鱼哦肉肉肉炖不对炖炖炖对粉条真香嗯对了答对一道题晚上一起去爬山七个字晚上对不是不对晚上晚晚晚上上上一起一起一起去爬山去爬山对呀、啊、你看观众我拿手一二三四五六个字六个字广广广广场舞广场舞舞对第三个字第三个字舞嗯广场舞广场舞对我你我你我我拿手拿手拿手广场舞我夹酒是什么玩意儿广场舞我拿手广场舞夹广场舞我广场舞我拿手拿手广场舞拿手对啊属实是有点难哦接下来有个奖励我能不获得奖励不这是给粉丝的奖励哦或者成员从唱歌额中任选一首歌曲戴上指定头饰和眼镜跟着歌曲用头饰打节拍哪个好看抽筋了结束今天采访然后立马起身就走我就上厕所今天有点